山陀儿台风是重创了高屏地区，相邻的台南市幸运没有受到太大的伤害。百年台南公园内有三棵的山陀儿老树，意外成了山陀儿寻山陀儿的朝圣景点。加上台南的封神庙是少见的主祀封神的庙宇，一庙山陀儿也成了这次台风传说中的镇守台南之宝。